国光帮忙。大哥来个坏的，大哥来个坏的，对，取个影帝示范给你看的。去，我跟你讲呐，你别跟别人讲。左边在讲秘密啊，我使坏了。好了，但是呢，接下来。平常你都po一些什么样的？就是其实因为我不像他们尺度这么大，所以我顶多就是哇塞 ，very small， 你的尺度很小，不敢穿比基尼或内衣的那种啦。最多露个事业线。对，可是像他们刚刚有说，你没有，像刚刚他们有说，女生就是比较淘拍一点的战术就会真的比较多，像这一个就有14000。哇，很多哎，淡定的讲出来，65个分享。他这个张照片才1207，你为什么14000？我们了解你，因为对不对？干什么？我已经拉下来了，吓死我了！这张就是我们看照片会觉得很怪。对不起，我是小懒猪猪。一睡醒居然已经这个时候了，然后穿成这样。这个是其实是因为我那天真的睡到下午，然后你到底什么卡？睡醒，然后他睡到下午4点。你什么卡？C。这 C？ 对啊。I don't believe。来不及哦，睡到下午4点，睡到你一醒来就这样。对，没，因为我睡觉本身就是我睡觉不会穿衣服啊，所以我不会拍一些睡觉照，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前一天的工作照。不要表演睡觉，睡觉。然后这是先去工作照，对，所以就放了前一天随便选一张工作照来放。嗯，对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虽然没有裸露，但是引人这个啊，遐想啊，遐想。哦，这是我。牵过最令人开心的地方，哎呦，想签名，他因为其实他是我是我表姐，他很可爱，可是因为他对他自己他知道说，就是我粉丝常常会拿很多东西来给我签名，甚至有人我签过手机、平板，甚至有人就是他们买新车会直接开来。就是开了活动，直接叫我签名，签在他的那个方向盘上面，签在产品上面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所以他就说：“那你有签过女生的胸部上吗？”因为我还有签过粉色腹肌啊、背啊、屁股之类的。然后他们就说：“我说我好像没签过。”他说：“那你要不要签签看？”所以我就签了。也可以给我签吗？很想签啊！这句最贱的，我帮他洗。网友，你们这每天在这边过瘾啊，这很有创意啊！你单身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孝顺，然后又对我很好很好的。要对你孝顺？不是对我，对家人孝顺。哦，要对你很好，就是一个好男人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来，请坐。谢谢。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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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草莓，多，多了，多。来，应该脖子上有草莓。哎呦，请问草莓在哪里？草莓，我看不见，我看不死啊！草莓嘞，来，请转身。是草莓吗？请起立。自我介绍一遍，请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 Dora， 我的身高是168公分，体重是48公斤，三围是32D24/34。谢谢。不然凭什么叫 Dora？ 哇，对不对？请问这个草莓的没有啦，这时候不是这个时候，是在拍一个平面草莓，然后粉红色。不是，它是一组 ，pink， 不是粉红色，它是一组的照片，然后有其中几张是我跟草莓，就是我边吃草莓边拍，然后就想说这样的话就是还蛮有遐想，然后这只是其中一张，可是它没有草莓。哦，听懂了吗？你说少一个什么？少一个种是不是？啊，我爱种桃草莓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就合理。那什么？感觉就比这张会好。对呀，大家来种草莓。对，大家就会说开放式。大家可以遐想一下。是遐想。这样拍的不错啊。平常都不喜欢 po 哪一类照片？平常喜欢 po 我的工作照。工作照是，请看，看起来很工作。工作是什么？我好奇啊。职业是看起来。
很长的腿，然后 po 这一张。但是你是悬空啊？没有没有，他是坐透明椅子。哦，有椅子，所以空太厉害。平常无聊会这样。其实不是刘谦，其实可能不透明会更引人遐想，对不对？没有透明才，哦，对不对？你敢不敢？嗯，不敢。到底敢不敢？不敢。不敢是什么 ？OK， 这个是什么？看起来很长腿。网友回。可恶，想拍，对 ，OK 了，想当椅子，哦，美腿哦，神呐，哎呦，你真是吓坏我了啊！其实这个 pose 就是会让男生充满遐想。多少人按赞？哦呦，2600，2600，哇塞，好，哎，出发去大鹏湾工作了，车上继续。睡，早安啊！早安的照片，早安啊！阳光，阳光的照片，大家冷静啊！哇塞！哪里买到这副照镜啊？对不对？大鹏湾赛车要买后照镜，这个是内衣吗？对啊，现在有这种型的内衣啊？有啊，这是在家里自拍的。所以你是这样出发去大鹏湾？那天应该很多车祸。就是前一天。晚上的时候自己自拍，然后就想说隔天早上可以给大家刺激一下，好不好？厉害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太厉害了啊！好，最近很烦躁，烦躁什么呢？来，不对，最近很烦躁，为什么会有他？是啊，洪金宝，洪哥的那个手势，大哥，不是他下面什么手势？为了生活我可以忍，但看到大奶就不行。各位评评理，哎呦，我也是烦躁，这个有点像假人呢。你这个应该是，你今天为什么要穿这样？女仆感，有没有生气了？生气，去换。哦，不要。请自我介绍一遍，请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娜美，身高160公分，体重44公斤，三围是30D、23、34。血型？血型 O 型。星座？双鱼座。双鱼座，哎呦。单身，单身，单身多久？我交过一个男朋友，单身很久。你只交过一个男朋友，但是你单身很久。对，哦，单身多久？那男朋友交多久？单身差不多也3年了。那在一起多久？在一起多久？在一起2年。哦，你算专情的。嗯。最后为什么散了？嗯，他劈腿。是不是？坏男人，奇怪，这样都要劈腿？你们这些男人贱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样子，张立东都是这样啊。那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？喜欢可爱幽默，然后对我很好的男生。哎呀，那甚至你看过去只有大根了嘛？有吗？可爱幽默。大根现在单身吗？我现在不是。是。我一直都是单身啊。现在就打乱就打。单身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啦。那这个张立东愿意去吃饭，你愿意去吗？我跟你讲哦，跟他吃饭很好哦，会不会上封面哦？哦。会吗？会吗？他瞧不起你了，你是有专业能力的新闻，真的专业。张东，你很专业。哦，他约你出去吃饭，你敢吗？不一定哎。不一定是。那这三个请你去吃饭，你想跟谁去吃饭？那这五个好了，跟你可以吗？哎呀，你是自学啊，会学会学大圈哦。不要打了，我知道答案。验收 po 文人气，意外发现惊人照片。他刚刚 po 的，咬你哦，好想咬人。然后回应是：来，请慢用。来，给你咬，你来呀、啊。哇哇！哇塞！今天这样放这张，哇！作弊耶！刚为什么不放这张？别走开，惊人照片，下段给你完整版。